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同埋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我哋星夜迷你啦，呢次我讲先啦。好，你喺度复紧电话？唔复啊，关机。嗯，星夜迷你。嗯，由你讲啊。好啊，请各位网友去我哋巴打台 Facebook、YouTube 频道订阅、赞好同埋留言支持我哋巴打台，多谢各位。尤其是三教九流，同埋星夜迷你。因为唔好成日俾人哋夹我哋啊，大力啲支持。系。其他的網其他的節目都支持，我哋就要大大力，大力啲係啦，係啦，盡量分享一下嚇 ，share 出去啊，等下多啲人睇我哋啊。雖然我哋講嗰啲故仔就唔係話好恐怖，但係都有啲懸疑啊，解釋唔到啊，呢度先係吸引啊嘛。如果你話哎呀去到邊度啊？去完博爱医院啊，探亲人啊，咁走嗰阵时候，经过一条隧道啊，哇！突然间见到个女仔七孔流血啦、啊，白衫啊，咁屌老作咩？我就见鬼见得多，我就未见过七孔流血啊，又话睇到个样子啊，咁你见唔晒嘅，有嘅，唔好千祈唔好咁讲吓。自己見唔到嘅啫，你好似我咁，我未見過喎，咪咁咯，人哋講哦，你嗰次見到都係靈光，唔係綠光包住啫，即係你一個黑影咁有個綠光包住啫。呢個古仔嘅好多人又問過我，再問係啊，咁啊啱啱咧嗰個奔武戲言嗰個網聚啊，都有朋友問我，有冇問候我啊？有好幾個好多人問候你，唔係講粗口噶。咦，阿啲大哥冇嚟嘅，嗰啲未見過嘅，冇全部冇見過嘅，全部啲網友係嘛冇見過嘅。但係佢哋咧就參加咗呢個軍武戲言咧，就可惜嗰日唔得閒咧，就冇嚟到我嗰、那個我哋呢個節目。即係我哋嘅節目佢冇嚟，佢啊去咗軍武戲言，但係我去到咧又。同我握下手啊，打招呼啊，咁啊跟住問下 Peter 仔咧 ，Peter 仔冇嚟，我係啊。去咗溝女啦，你話？我話佢。元朗同九龙咧划嗰条地界嘅，即系嗰个叫封印，啊，唔出得嚟嘅，唉，尽量避免。唔系嘅，你住开个地方系有感情啊，尽量都唔好离开。有感情嘅。咁啊，你咁样讲咧，又提起下，咁啊有个我谂年纪大，我都有十年八年嘅，咁我哋食紧饭啦，咁佢咧就系。軍武戲言嗰邊嘅一圍嘅，咁我哋呢啲啊網台啊，或者我哋主持自己朋友啊，員工冇嘅，自己朋友啊咁樣咧就另外一圍，咁啊人數即係少地啦，唔緊要，人多人少，大家開心下嘅啫嚇。咁樣咧就咁佢嗰個軍武戲言嗰邊咧就有個，我都要叫佢阿叔嘅，因為大過我都幾多嘅嚇，真係好難得嘅喎。几廿岁仲睇军武戏言，有兴趣，最有兴趣啫！呢个世界吓，咁样咧，佢就过嚟揾我。你我咧，我好少坐出边嘅，我坐入边，黐住啲墙嗰埲墙嗰个位嘅，专登咧就要坐喺我侧边嘅咧，就要避一避俾佢入嚟嘅。佢话阿三哥，我话咩事啊？我有啲嘢想请教下你。
啊，我又唔识谦虚嘅。系咩？好啊，咁啊。啊，系啊，我好啊，试下答下你啊。你有信心啊嘛？我试下答下你啊，睇我识唔识啊？啊，即系我啊，我份人真系唔识谦虚噶，应该谦虚啲，人哋年纪大过我啊。佢咧就话听我节目，你应该话唔敢当，唔敢当。唔识讲呢啲嘢噶我。问错人啦，问我就一定系唔敢当，唔敢当。我唔系，我由细到大都系比较自大嘅，而家已经收敛咗好多噶，即系起码收敛咗九成。但系有阵时忍唔住咧，都系嗰啲皮、嗰啲本性又出翻嚟嘅。如果那位網友的尊敬比我大十年八載，我覺得聽到我真的沒辦法，千萬不要怪我那天對他沒有禮貌。他問我一個問題，他說喂三哥，我聽你說你成天去聽佛經拜佛，你信佛教，但是呢你太太有事又好，成各樣東西那些錄音、啊、茅山那些道教，咁你点解你信佛，你又去信嗰啲嘢咧？啊，佢又希望我解释俾佢听啊。咁其实呢个问题咧，就完全我就谂都唔使谂嘅，好简单嘅啫。我唔理你道教又好，天主教又好，基督教又好，包括你回教都好，我完全唔理你咩教派。喺佛教里边个包含程度，可以将你全部包晒，你所有教义都喺我嘅道理里边。即系以前咧，我哋咪有一套电影都好巴闭嘅武打功夫片，叫《万法归宗一少林》。你天下所有武功都系喺我少林里边包含咗你嘅，无论你冇学过少林拳好，但系你嗰套道理，我一早已经有，即是佛教就是这样了。无论你那个是什么宗教都好，你的道理一定会在我的教义里面找到。但是我的道理，佛教的道理，中心思想，你的教派是找不到。所以他那个伟大之处呢就在这里。那我不如这样讲啦。你话我得罪都系咁话噶啦，读书一样啫嘛，有小学、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大学里边有分，去到博士又好，几高级写论文。咁你入幼稚园嘅一加一，都系包含喺最叻嗰个人入边嘅，佢都识嘅，但系佢识嗰啲嘢咧，你一加一嗰个人系唔识嘅。是吧？所以我就说佛教是包含了你里面所有的东西。好了，那我又在这里，如果那个网友那个阿叔听到我讲，我就再详细一再讲一次。同埋他大哥呢，那个叫大哥。大哥，是没错，那个大哥。叫阿叔啊。咁另外呢，他呢就跟我讲，听完我讲之后呢，他说要再回去思考一下，想一下。咁我就希望我今次咧，因為上一次咧我就飲多兩杯酒，唔知會唔會口齒唔伶俐。我希望我今次咧就解釋得清楚，清清楚。我嗰個比喻，我覺得相當唔錯嘅。同讀書一樣嘅啫。你去到邊個級數？我唔係話佢啊嚇，係呢個宗教係屬於邊個級數？但係就包含曬我嘅裏邊，唔係我係佛教嘅裏邊啲所有道理。所以咧，德國有個嗱，我又唔記得個名啦。德国咧有几个，包括你英国又好，有好多好大嘅哲学家曾经讲过，不约而同咁样讲，所有嘅哲学之母就系佛教。嗱，我就今日唔讲灵异故仔啦，就讲少少呢啲我对呢啲嘅睇法。咁啊，冇乜趣味性噶吓，咁啊，希望唔好跌腰啦。跌嘅，我睇都跌嘅，我睇都跌嘅。我又讲个短短嘅古仔俾人，鬼故俾人听下，真系好短嘅，我就冇办法拉到步嘅，因为古仔真系拉唔到步。咁啊，后生仔，你后生嘅时候又试过，我后生嘅又试过咩啊？揸电单车系啊，
揸摩托车，嗱我就你有冇考到摩托车牌咧？冇啊，我成日喺条村度买咗架二手电单车，廿孖下两匹半，一休息就翻去周围飞嘅。嗱我就揸过我二哥架电单车，因为以前咧就挂个学神牌喺后边咧，你就唔好过隧道嘅啫，就滴滴答答边度去。最紧要系学车时间。嗯，同埋咧，我知道嗰阵时我嘅性格咁冲动咧，火爆咧，揸住佢咧，我就一定就喺嗰度死嘅，就唔会今日喺度同大家做节目嘅。即系嗰阵时，我相当冷静，唔做得，唔好再揸电单车，所以就唔考。咁啊，今日讲呢个电单车嘅故仔。咁啊，有个后生仔，嗰个后生仔咧，佢就唔系讲紧个新牌啊。咁佢平时枕住咧都揸住个电单车去玩嘅。咁啊，嗰日咧，咁佢带住个女朋友。好开心咁样，游车河啦，兜车河啦，就系片啦。后生仔揸住部靓嘢，就系片啦。好威水嘅，真系好威水嘅。后边尤其是有个女朋友揽住你，更加吓英雄啊，好似英雄咁。我试过。点解我特别提到话个女朋友揽住佢咧？个故事就喺呢度啦。咁佢就一路咁啊，一路扯上大帽山，一路掟住咁去。咁啊，行下行下咧，咁啊，忽然之间啊，呢个古仔真系好短。忽然之间咧，我知啊，你讲上完大帽山落嚟之后咧，揽住佢嗰个女仔唔系佢原本个女仔嚟，唔系呢个鬼故唔系咁嘅，唔系咁嘅。呢个鬼故其实就好伤感啊嘅。咦系咪？刘德华嗰套咩嗰套戏啊？天若有情系啊，唔系喺嗰度抄出嚟噶嘛？咁梗唔系啦。就点样咧？咁佢一路上去，个女仔揽住佢，咁你揸件单车片紧啲风吹埋，你咪好凉啊。系啊。咁啊，忽然有只手就摸下佢块面。当然就梗系以为佢老婆唔系佢条女啦。系啦。咁样咧就问佢系咪好冻啊？因为啲风吹埋嚟啊嘛，咁戴住个头盔咧，就喺啲边啲颈位，唔系块面，喺啲颈位摸佢，摄入去咧，颈位啊，摸佢，我啲手系咪好冻啊？嗱，咁啲把声系咪佢女朋友嚟噶？啊，咁唔知啊，冇讲到，我手系咪好冻？佢听完呢句嘢，耷低个头，女朋友两只手揽住你条腰，咁呢只手系咩手嚟噶？系喎。嗱，一发生呢单嘢咧，就成架车就炒，惊啦嘛！所以我话咧，呢一个就系伤感嘅故仔，好短，即系咧你唔需要几咁吊颈啊，唔需要乜嘢吓，你喺你一个以为好开心、好高兴嘅时候吓，咁温馨，改埋个名都未定吓。直头就系刘德华，以为系咁，点知一句说话，一只手摸下你，咁就搞掂你，咁啊害死两个人，咁就害死两个人。会唔会系嗰啲揾替身嘅咧？系咪特登搞到你突然之间唔知惊一惊？佢即系话人哋话，揾替身梗系有一啲嘢整到你死，即系好似。啲水塘啊、鱼塘啊，你往往就系见到有条大鱼，即系嗰条鱼啊病下就嚟死唔死唔差几咁吸引你去捉佢嘅。当你系唔识游水噶喎，但系因为你想捉嗰条鱼，但系你想捉嗰条鱼喎，诶咁近，咁你行前啲，佢又褪啲就嚟捉到嗰一刹那，咁你咧原来再前少少咧系好深嘅，咁样咪。就唔死咯，即系我睇你呢个古仔都系嗱，你嗰只都要行前啲，行前啲。我呢只摸一摸你，我只手冻。唔系，即系话，即系佢嗰啲鬼啊、灵异嗰啲啊，即系人哋话揾替身啦，佢仅有办法攞你命。咁啊睇，仲要睇自己时唔时运高嘅，睇下自己当时情况点嘅啫。其实。
我又想话喂咩叫时运高啊？鬼知自己几时时运高咩？六合彩波马成中，常中就时运高啫，系咪先？嗯，有阵时有啲嘢咧咁样噶吓，好以为好好咩？嗯，结果就未必系嘅。听一听得多啦，呢头中六合彩或者嗰头打麻雀食铺十三腰就喺张台度咯，呢啲仲大把古仔啦。好啦，咁啊唔好拉落去啦。嗯，呢一集我哋短短地。啊、就十四分钟松啲就完啦，嗰几廿秒唔讲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